我们今天就要带馒头去做一下全身的一个基本检查啊！你看他现在已经急了，想出去。因为他看见你穿衣服了。对，他每次一看见我穿衣服，他就以为我要带他出去玩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准备把馒头放进这个航空箱里面带出去了啊。等一下啊，先把这个给你打开。进去吧哈，进去吧，哎，好，进去，咱们出去玩了啊，进去吧，哎，对，真乖。这个里面很软的，给它铺了小毯子，还有尿垫。真乖。馒头已经到我们家，就算一个礼拜了啊，还行，还算比较乖的。表现得非常好。对，表现得非常好。然后甜甜现在正在给它把这个尿垫给收拾一下，它现在老是撕这个尿垫。不停的撕，大部分的狗狗好像都撕这个。你们说这养个小狗跟养个小孩真没啥区别，出门玩还得给它带点好小零食吃着哄着，是吧，馒头啊？哎呀，啊，一会儿做完检查出来玩好不好？你能听懂的太少了，那再大一点。有吗？有吗？完了，过去我检查一下，哪去了？没落呀？哎呦喂！啊，怪不得嘞，你还挺聪明的。他怎么了？他拉完之后，他用这个尿垫给它盖上，你自己都嫌臭是不是？他把尿垫弄反了吧？弄反就反吧，你帮他铺一下，要不然下面都是屎。好吧。啊，一会儿就到了啊，几分钟到了啊。太臭了。走吧，带你去做检查了啊。就跟拎个小船似的。它在里面好乖呀，对吧？馒头，馒头，等一下要看医生嘛。No，给你个小零食吃哈。啊，给你小零食吃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那边有个小狗，它激动了。摸一下放看，够不够？嗯，考完吧，啊，跑哪去了？跑哪去了？哎，对，在这儿。哎，慢点，上，快，收，别咬哈，你不要乱咬啊。那你还只能长12磅了，馒头。你看，它很乖的。不好意思，摸你眼珠子了。来，给大家看看，看看你的脸长得怎么样，颜值高不高？嗯，小狗脸，看着很好看，不掉毛，你看。哎，我抓。我们把馒头放进去了，今天要给它扎针，这是我们没想到的。本来以为说是做个检查就行了，还有人在这流眼泪了。今天要扎2-3针的，嗯，你看都哭了，没有哭，天都说跟自己的小孩一样，送幼儿园似的。对啊，他也回头看看我们了。刚开始他被医生抱走的时候，他回头看看我们，他看我们没有跟过去。没事，估计一会儿见到我们的时候会很亲。哎呀，我们就在附近吃点饭吧，一会儿去超市买点东西，估计就该差不多要接他了。啊，行，走吧，吃饭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去接馒头回家了哈，他在外面呢已经待了4个多小时，快5个小时了。甜甜在家等得可着急了，一直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他们还不打电话呀？”急得要命。他们5点钟下班，4:40多给我们打电话，让我们过来接。哎，激动加兴奋。哈哈。
们呢？你认识我吗？有点害怕。感觉他刚见我们的时候，就是那个尾巴还是夹着的，我估计他在那里面还是害怕的。一会儿回家放你出来玩啊，吃点东西好吧？我们现在要先赶回家，因为这次给他做的，对，今天打针了，然后还给拿了药是吧？对。嗯，到时候还要给他吃药。这有了小狗，每个月全身检查这个费用是80多块钱吧？你办的？今天馒头在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呢，跟这个宠物医生也聊了一下，小狗要打的疫苗真的挺多的，各种各样的疫苗，感觉比人要打的疫苗都要多。今天还检查了粪便呢。嗯，你感觉那个报告上咋样？应该其实各项都挺正常的吧？对，那医生说他各项都很正常。嗯，行吧，先回家吧。你看他急的都受不了了，在后面放他出来玩一下。各位朋友们呀、啊，各位朋友们，养狗真是不容易啊。刚刚拉了你，踩的一脚都是吧？饿，你看在这，我、那怎么办？等一下就到家了啊！我去，等一下大家给你洗脚。我说怎么刚刚在车里面叫的这么厉害？原来是想拉屎，拉了好大一坨，我车里面刚刚这里面掉的都是的。回家哈，行吧，走，先把你拿到后院去洗一洗去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因为它太小了，还不能够进行这种全身的冲洗，而且今天呢也是刚打完针。刚刚甜甜在那个车上一直跟我说车上很臭，但是由于我今天鼻子不透气，所以少闻一点啊。馒头，哼，幸亏左侧的走廊已经完全弄好了，不然的话这边都是泥。要洗它洗起来也不方便呀。刚打过疫苗，别的地方都不能弄湿，只能把它的爪爪给它洗一洗。来吧，你看它急的。香香的。哎呦，这打完针回来感觉没劲了，它一点都不兴奋了。太虚弱了。啊，一会儿吃饭哈。哎，到自己熟悉的地方。他就开始撒欢了哈，看看你的新窝，看到吗？今天给你新买的窝啊，那一个给你拿去洗了。他看到他这两个新玩具，他不敢。馒头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不要怕。不是它的味道。你看，害怕了啊。这是你的玩具，我洗干净了，你看，馒头。没来递个手，别咬，递个手，他想吃东西了，给他弄饭吧，弄饭让他吃东西吧，估计他一会儿就该睡觉了。前面不是跟大家来说了一下，就是我们去机场把馒头领回家的那条视频嘛，然后很多网友呢就说，哎呀，什么为了显示爱心，不应该就是购买，应该去领养哈。我觉得咋说呢，就是如果你就是真的打算养到底的话，领养和购买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啊，每个人可能见解不同。如果说你比较倾向于领养的话，那你就去领养一只，如果你想购买一只，那你就购买一只嘛，这个我觉得没必要上升到这种就是太高的高度哈。